每叫一份主食就可以任 refill 搞搞的海南 Bobby。有个 coffee 狂粉告诉我们，不中这里有一家海南咖啡可以无限 refill， 还有超级搞的。哦，是海南国宾啊，要心疼了。喂 ，unlimited refill 国宾搞，哎，是不是真的是 unlimited 哦？哇，还有这些垃圾了，看起来很吸引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等么？等不及啊，还讲那么？哇，基本上这里每一桌都有我的那个国宾搞，通道中人。等一下，你们这边是不是有那个无限 refill 的 coffee？ 所以我叫一杯就一直可以无限 refill 是吗？对，所以你需要点那种卡西拉玛尼酱，需要点一个 main course 才可以 unlimited refill 啊？对，哎，不用紧，也是打折，我就点一份卡西拉玛，我就一直 refill 吗？对不对？对，有道理。但是点一份就不像我哦。你安排几份呢？就是你们的 signature 全部安排了。OK。先跟你预告，我应该喝六杯。好，宝宝们。每叫一份主食就可以任 refill 搞搞的海南国宾，你看吗？这个搞先验证一下嘿。哦，搞哦！真难搞，真难搞。上脑啊，有没有？两三杯的话就可能会上脑啊。你又讲你四杯可以？那是普通国宾。你刚才讲了四杯，所以你就要四杯。所以平时灌酒先灌咖啡啊。对，那你看到吗？这份大大份哦，这是其中一份他们最好卖的这个主食，有虾，有软壳蟹，有这个烧冬，还有一粒灵魂蛋在中间。这个是米虾买的，你可以选择拉西了吗？你可以选择米虾，也可以选择米色的。你们知道这份多少钱吗？25令吉，90仙罢了，值得吗？我觉得很值得啊！来先试一个，这个软壳蟹炸到很香脆，好看。它这个烧冬是咸蛋烧冬来的，这个是原味的蜜香。真的好吃，好吃，粉够味，然后你吃起来就是 QQ 的，怪不得这个是 top 销了，就像我们三八，蜜香点三八酱。香甜香甜的，啊，这个咸蛋酱，点这个烧冬，点什么都是 best 哦。嗯，点啊。这个是交给摄影师，这里是我的，这是海南鸡汤，摄影师帮你拎啊。基本上这间店是主打海南美食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海南美食。哇，这个也是这里的 best seller 之一了，这里的招牌炸鸡拿起了吗？这里搭在上面，话不多说，先割播好。再配上它的这个炸鸡，香脆炸鸡，炸蛋壳，嗯，厚厚的，嗯，厚的还是脆，有心。哎，我大牛尾。哎，这是你的呗？不好意思。什么一个美食家搞到要偷蛋壳？你的大牛尾。好，谢谢。I agree， 咖喱汁，咖喱饭也美。哦哟，0244，美呀、啊！加油！已经喝完第一杯了，林仔，要帮我 refill 一下，谢谢。哎，谢谢谢谢。第二杯，继续。这样子我觉得蛮划算的，就是我们以后两个人来是吗？我们叫一份主食，叫一杯国宾搞就好了。这里飞，这里飞，我们两个人 share。可以啊，我们不然都是一箱交换口水啊，没关系。加一个空杯给我。看看你放你的吧。这个特别，这用西式的冲泡方法冲泡白咖啡，特别的香吧。这边你还可以点他们的下午茶，这个是比较多人点的菠萝包，里面是有咖椰巴特的。嗯。这个是现点现烘的，刚才看到它有烘出来那个面包皮。你除了点这个菠萝包，你可以点他们这个比较西式一点的 croissant。哇，料很脆的哟。脆的。或者是你可以点这个他们这个油料的菠萝包啊，有蛋午餐肉，这个是属于咸的菠萝包。哎，咸的我刚吗？对啊，里面是酱咸。嗯，哇，一口咬下去，很多味道，有菠萝包香味，有番茄，有菜，还有午餐肉，还有蛋。对，就是没有菠萝了。一口菠萝包，一口 coffee， 看来三杯不是问题。你喝酱班讲三杯哦，任 refill 啦！来，不要浪费。真怪兽。哎哎哎！不要走先，不要走先，我要 refill 第三杯。哇！你不觉得我整个人大智了吗？平时你们没有事情做哦，千万呢，不要喝超过四杯 coffee 杯，还是要这么搞。Ready？ 看着我，声音像舌头。